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丸，今天我们来玩一款过年期间一定要玩的好玩的游戏，晋级咯，红包！艾伦叔叔，新年快乐！我不回答他会怎样吗？你怎么来了讲的？你怎么来那讲了邻居的吉祥话？莱纳他没有拿到红包，而巴尔哥拿到了，重新开始。Happy New Year！ 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！太快了吗，爱莲叔叔？你的莱纳讲了两句吉祥话，可惜最后讲这话没有拿到红包。艾伦叔叔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万事如意。耗子为二，讲错话了。艾伦叔叔，你听我说。艾伦叔叔，你怎么又生气了？艾伦叔叔，不要这么火爆，难道不能耗子好自为之吗？艾伦叔叔，不要这么火爆吧。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。万事如意，我家牛排二。嘀哩哩哩哩哩啦啦哩哩哩啦！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万事如意，含笑酒。含笑酒泉，表示此后也感到欣慰和高兴。对啦，我发现他三句都是一样的梗，都是一样的图啊。没想到刚刚会有不一样的，但好像没有。万事如意，艾伦叔叔，我没有办法。耶，枪花塞够！哎，本想大声斥责的，但青蛙真的太香了，没拿到红包也没差啦，有青蛙才是重点啊。好啦，我这次认真回答，不做效果。这次一定发自内心最正确的祝福我们的艾伦叔叔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万事如意，步步高升，金牛，不行，我不会上当的，浪漫啊！六克，我叫你冲了吗？忍耐，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万事如意，靠腰嘞，那你们看认真的我。艾伦叔叔，你听我讲，哈强嘛强嘛，他看起来是简单的二选一，实际上，这次没有东西可以阻挠我了吧？啊哈！我这次很稳呐。到底有几个啦？是在哭哦？艾伦叔叔，这次很开心哦。以为我还会上当呢、啊。靠呗！新年恭喜，福星高照，牛年大吉，含笑。可以了吧，艾伦叔叔？可以吗？可以了吗 ？OK 了吧？谢谢叔叔。你拿来呢？虽然成功拿到红包，不过来那输被艾伦叔叔笑到坐下来了。知道怎么自办游戏？我发现我刚刚那个千花还蛮屌的，
我变成大声斥责的艾伦叔叔。蛋真的太大了，都是反正我很喜欢的。可不行，有些东西不选怪怪的。我想我点了会不会有新的图，不能不点呢、欸。老来无亲又什么鬼？有这句成语吗？老来无亲是什么？老来无亲，只能给你想尽办法孝敬赡养父母。猴山孝子也是成语哦。好，这次破三十。真的以为这次我还会选错。点点太快了。哎、欸，不行啊！为了追求速度，有时候会点错哎、欸。稳中求快，快中求稳。你以为我这次还会选错吗，艾伦叔叔？赶快小家伙吸亏。哦，又选太快了！他牛字的一堆是好的成语，他牛的一堆是好的，我看到牛我就点了。不行，这次你给我三十。真是手足啊！可以了吧，艾伦叔叔，合格了吗？哎、欸，不行了，我尿三十啊！OK， 可以了吗，艾伦叔叔？哦，真香！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正妹啥事都不用干就拿到一个大红包了？为什么？小弟今年三十岁，像我这种成年的叔叔都拿不到红包。今年过年。我想要身为一个实况主，要来送大红包给各位，所以准备了 iPhone 12跟6666大红包，会在今天7点送出来。直到我打开了隔壁的妹子台，希望大家可以多给我红包哦，不用太多，1000枚就好。结果他竟然1300怕有40万台币，为什么人家过年都是拿红包，我还要包给人家？